昨天去洗车完，就帮我的车车拍了一些美照，然后我就立马上传到一些 Facebook 社团去卖。就在今天刚刚，有人就直接跟我出价，还出的比我原本在网络上贴出来的价格还要高，这样子，所以我还蛮惊讶的。而且他连车都没看过，要是我的车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是他就是刚出了车祸，所以他急着需要车。然后我现在要开去给他看，现在觉得很 emotional， 就是一台车，但我就是这样，不太感性了，然后对我拥有的东西都觉得好像很有感情这样子。就突然很舍不得，然后好像有一种啊，我到底准备好买新车的感觉了没有？我现在跑来 Honda 的车厂，想要看车试车，结果没开。这台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橘色，好丑的颜色，超怪的。然后他们的这个车厂就这样子开开的。应该是就是要让大家进来这样看的吧。美国买车就像在买生鲜一样，就是卖现货的啦。可能我就突然间想到，我今天要买车，然后就去车行。这台我喜欢 ，OK， 就牵回家。看车行呢，一般开在高速公路的旁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车。这些 Civic Coupe 的。去年出了一台黄色，超想买，那29000。我基本上是想在这两台之间选，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车，但我原本是开这个，然后换这个好像有点白痴。虽然很多人跟我说它 upgrade 了很多，发现一台绿色 HRV。白天不是有人跟我买车吗？是一个还蛮帅的台湾男生，很腼腆，我就觉得很怪，因为他在网络上就直接出一个很高的价格，也不像其他人就是会多问车子的情况，反而是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先看一下，然后稍早开去给他看的时候，他根本也没有看，连车门都没打开，更不要说进去试开了，就还跟我握手说OK， 就是他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那你不要反悔哦，会伤我的心。然后结果他刚刚就跟我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就不要了。看车车，看，真的是很贵。今天去给一个 Facebook。想要买我车的人看车，他是一个爸爸，他要买车给他的高中女儿上大学，虽然比他原本开的价还便宜，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人很好，所以我就跟他握手成交了，希望他不要放我鸟，因为真的很便宜。你觉得他是好人吗？是啊。那就好，我明天要去买新车了。Are you excited for me? Yeah. I am. Are you really? Yeah. 真的吗？对啊，就一件事情可以了却，只要后面反正买得起就好了。Are you happy for me? Yeah, 就是一个你一直在想的事情终于解决了。Yeah.我现在要开着我的 Honda 去 Honda Dealer 买 Honda。 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杀过一次价了，然后那时候自以为还蛮满意的，但是后来真的是需要先跟家人就是沟通，然后跟朋友聊聊，听听人家意见，反正觉得还可以再低啦，因为他后来又主动 offer 我一个优惠，其实就跟我一的价格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它一定还有空间。你看他们的那个吧台 dress， spa， yeah， already got， 杀价只杀了200多块。今天也太冷了吧，真适合买车。因为我有分期付款，所以要等。银行的
approve， 不知道会不会不过，就太白痴，一家有一家的。等好久，我快睡着了。I look good for you. Aww. The keychain with my name and stuff on. So I'll put it on this key here, the one they're gonna bring to you. Okay. Oh, that one broke.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No, I don't go home right now. What time is it? I don't get out to 8 o'clock. I didn't know it's such a long process. Yeah, sometimes it take a while. So I'm gonna send the address and then they'll meet you there. Mm-hmm. And they'll call you when they're. Are you gonna wait at the gate? Yeah, I'll be waiting to get. Okay, perfect.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to you too. Congratulations to you. Well, you get the new sale. 好不真实哦。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买车，所以呢，我现在就自己开旧车回家，然后他们就是派人送新车去我家，蛮酷的。因为就是我才付了一点点的头期。头期的头期，我的头期款还没缴清，他们就要把车送到我家。OK， 所以我现在坐在我的新车里面，我是跟他约3:30 meeting， 然后结果现在已经6:40到家，真的是太累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做，终于买车了，接下来就是。剩下几个月的分期，加油把它付完。OK， 现在算是我第一次开这台车上路，去上学还不错啊。我之前那台车真的是比较老了，就想要稍微记录一下现在的心情。嗯，我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收到我保险公司的 email。他说：“哦，你这个新车有贷款，所以必须要保全险，不然，其实我们一般留学生就办险就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可怕的金额，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废啊？因为我努力了这么久，结果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努力到一半，然后我就先冲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车子就突然po上网去卖了，所以我就也必须要找新车了，就是有点突然，然后就好像没有准备好。美国的银行给外国人的车的贷款利率很高，所以真的要小心，要先问清楚。哎，所以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就是人生阶段有不同的课题吧。我也算是第一次这样子贷款买车。今天选择的是开我的旧车 Scarlett， 一方面是保险不确定嘛，然后一方面是就跟他培养点感情。Oh my god， 跟了我3年多的车，好吗？希望明天保险有个着落。嗯，我车子的买主今天有联络我，他有贷到款了，过几天一起去。这台车我才买第3天，开算是第二次吧，就给我闪2个灯，现在是怎样啊？还叫我停车，不继续开的话，我是要怎么拿去检查嘞？我现在要去检查，我本来要去补货的。How are you? I'm well. Good. Can I email my insurance? Perfect.好吧，这应该就是我今天的代步车了。Yeah, this one actually looks really good. I don't see nothing on it. Okay. I'm just gonna have you sign for me. Thank you, Jason. Yes, ma'am. Have a good one. Thank you. Oh my god! 真是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气死我了！好，那去补货了。现在是交车前的晚上。我把车子里的东西都清空了。哎呀，还是好难过哦。现在是早上的8:30，然后我先来洗车。
差不多了。卖车哦。对，那个很暴击啊。Yeah, when I heard my miles are like, hey, you drive like 20 miles a year. 20,000. All right. 跟大家介绍我的新车。Great big bang and dinosaurs, fiery rain and meteors. No. It all ends unfortunately. 爸爸不是老王的意思。爸，我爱老王。You're gonna live forever in me. I'll guarantee. You just wait and see. Parts of me were made by you.And planets keep their distance too. The moon's got a grip on the sea. And you're gonna live forever in me. I guarantee it's your destiny. Life is full of sweet mistakes. Love's an honest one to make.Time leaves no fruit on the tree. But you're gonna live forever in me. I guarantee. Yeah. How was your year? It's alright. Was you here? No, I went to Florida. Florida? Enjoy the weather. Yeah. Well, nice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again. You got any questions? You know where I'm at? You have a good one. You have a real good one. Bye bye.